Hello，欢迎大家回来，大家安安呐、啊，我是影子。现在让我们继续玩 Metal Gear Solid 5的 Phantom Pain。我大概又玩了这一集第几集啊？好像12集了吼。每一集差不多1个小时，所以这个游戏玩了11个小时才19%，就这游戏还蛮长的，比我想象中还大。我预计本来这个游戏可能玩个20个小时，它差不多就结束。那上次我们玩到。说可以开始使用 Quiet， 那我们下一个任务就要带 Quiet 去一起出动了，去做任务。我刚刚说的11个小时视频呢，还没有加上那些支线任务嘞，支线任务时间都没算进去，所以就想这个游戏应该是更长，可能说超过100个小时。来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做，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像都没有，等级不够高。火箭筒呢？枪子，哎、欸，这个可以做了。热气球可以升级，所以可以把坦克调走。Looks like you've gotten used to working with Quiet. I don't see a problem with giving her some new weapons.I've already talked it over with the R&D team. Okay， 我还没带他出动过嘞。他说我已经习惯跟他一起出动，对吧？好。Being a scout sniper, there are two tasks you can give Quiet. The first is to infiltrate an outpost ahead of you and scout out the enemy's positions. The second is to send her to a sniping position and have her cover your infiltration.The kind of sniper support she'll provide will depend on the weapon you give her. Of course,、oh. this is all assuming she's willing to follow orders. Okay, 所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他直接潜入到敌人的基地里面去探查敌情，一种是叫他在远处用狙击。然后说取决于我给他什么武器。Please select a mission. Mission exiting to Central Africa.这个，我现在暂时没有别的武器可以给他，可能还没有制作吧。没关系，先用基本的试试看。Let's go。Boss, this contract comes from the People's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also known as the MPLA. The PF at Ditati Abandoned Village has been supplied with Walker gears. Your job is to eliminate them all, destroy them.Extract them, whatever you see fit. This just might get us closer to the Walker Gear supplier, Cypher. Good luck, boss. Hey, 可以下去了吧？那、啊、他嘞？我要跳下来。他现在是用 sniper， 我要怎么使用他呢？我看一下。Quiet。他不会回我。Quiet。他只会然后就没有了。OK。Body support。哦。这边可以选择 Quiet Scout 跟 Quiet Attack。Scout 就是探查的意思，那 Attack 就是攻击，所以可以给他这两个指令，只有两个指令可以选择。他自己会跑去躲起来的。什么声音呢？听到怪怪的声音。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被我射中，正中屁股。
他已经瞄好他了耶，有点猛。可是我目的地在那边呢，这边应该不需要过去吧 ？Enemy presence detected. The map has been updated. 这是因为快人在哼歌吗？但又不像他的声音，好奇怪哦。Analysis complete. Analysis complete. 我若叫他攻击会怎样 ？Please select a deployment point. 哦，刚刚这样是选择地区，那他跑过去不是就被发现了吗？他移动速度太猛了，瞬移的感觉。但他没有攻击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哎、欸。这两个人都不强，给他死。他在哼歌吗？哎、欸，真的耶，是他哼歌耶，我也听到怪怪的声音，原来是他在哼歌。Quiet. 他虽然不会讲话，可是他也要刷他的存在感。Analysis complete. Analysis complete. Marker placed. A 加. Analysis complete. 现在连 A 楼都不太想抓，抓好一点。这么少人，不可能。Analysis complete. Analysis complete. 哇，这个 Marker placed. 还有橘色的耶，我第一次看到橘色的，超强的，是不是？是 S 级以上的意思吗？Extraction arrived at mother base. 我是不是应该叫 Quiet 过来一下？叫 Quiet 过来看看。Please select a deployment point. 我们来看一下他飞过来之后会怎样。他跑到那边了。Buddy has infiltrated and the map has been updated. 啊？然后嘞？哎、啊，他的人嘞？跑来这里。他跑进去了，没有人理他。他通畅自如哎、欸，哎呦，他会直接把敌人的位置显示给我们看，还不错哎、欸。The targets have been deployed to that outpost. Find and eliminate all of them. 你从后面进攻好了。他又开始哼歌了。哎，那里面，Analysis complete。我想先抓那一个。Oh shit！看到我了，真的假的？
走后面好了。那个纸箱刚刚自己移动了，请指示。别闹完毕。他还被骂，看到敌人还被骂。太怪了，你把他射晕就好了。哎呦，纸箱马上烂掉吗？带走，这个应该不强哦。有一个 A， 好了，抓走。这里好多人哦。Analysis complete. 这个不强。哇，有机器人呢，两台。可是我想玩潜行，不想骑机器人，骑机器人一定会被发现。要把它轰爆，可以带走吗？好像不能带走。我等那雨停好了，再看能不能带走它。有时候雨会有影响。Shit！ 我发现旁边有人。哦，赶快，赶快！好了，来喽！哦。瞬间秒一个 A， 这个嘞，哎，怎么会被麻醉枪射死了？他自己撞头撞到死吧？孩子们，戴安娜只能把他消灭掉了，旁边两个一起死。这也要谁呀？你又看到我了。嘿，好，叫快的攻击。其他人都杀掉就好了。刚刚查过了，他能力都不强。哦哦哦哦哦！哇哇哇！虾米米干，在我旁边射很久。快点，有没有在帮忙？有，他有事，爆头！哇，有一个 sniper 缓住我，真好。
我那机械人还不能带走，应该是因为我的热气球升级还不够高了。因为我那个刚刚才按嘛，它好像过十几分钟才会好，有点可惜。不然我就抓那台机器人回去就好了。这个要把它炸爆。按错了，按错了，我在干嘛？我要换那个手榴弹。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个黄色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你可以变成纸箱以后呢，然后可以瞬间移动到之前的其他黄色的这个点，它就让直接一个瞬间移动台把你送过去，但是你要在纸箱里面，它才可以传送你。好像没看到人了，这个把它炸掉好了。我没有丢那么高。我没有丢那么高。What the fuck？ 算了。哇哦，这可以带走吗？还不行。我不是要其他，我的气球，我看一下升级升完没。Please specify a project。我的衣服可以做更强，顺便做一下。热气球还有三分钟。我们来等三分钟，看可不可以把卡车调走。试一下，这边搜索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支援呐？这两个人可以让他枪毙了。快要把他杀死了，他好像很强的。等一下，我就要快的停手。哇，这个好烂！谁在那边射？我没有看到人呢。哎呦，在我前面！哦 shit！ 算了，不打，我快死了，我感觉我要死了，不行。两个 A 哦，可以抓一下了。它会自动帮我装备好的气球吗？看一下。He's coming too. Roger that. Please select supplies requested. 谁那边一直呕吐？他好吵，他死掉了 ，shit， 我还没来得及侦测你，他就死掉了，请安息，安息吧。
还有热气球，然后看一下可不可以开始把大的东西带走。我看到雷达了。人质欸。Extraction failed. 哈哈，就直接撞到上面。还有这样的。Subject on board. Leave the rest to us.Please select a landing zone. Please select a landing zone. Support helicopter. OK， 我们把卡车带走看看。哎、欸，真的可以耶！哇，好猛哦！我天哪！哦。You captured an enemy vehicle.Just like weapons and items, you can use your iDroid to have vehicles you've extracted airdropped in. You can also let members of the combat unit use them on dispatch. 太强了！哇，现在什么都可以拿了。可惜现在没坦克，之前有坦克的时候。这台是有被我打爆了吗？好像看起来完整。哦，已经爆掉了。好了，可以走了。等一下，我看到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停在这种位置呢？超难站的。哎，quiet 嘞 ，Let's go quiet。哎，quiet， 不要放 quiet 来在下面的。他不用上来的。哎呦，吓到我了！他突然出现在这里，吓到了。不是正常人啊，哪有人上直升机这样上？才 B 级，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啊。大家没有发现旁边贴了 Quiet 的照片？其实他这个座位旁边呢、啊，是跟着你的游戏剧情来。更新的，你看旁边多了很多、啊、新的照片。然后我们使用的武器也会放在旁边，哇，真像自己房间一样。好、啊，我们继续做下一个任务吧，一次做两个好了。Mission accepted. Boss.Your objective is to steal an entire truck from a PF convoy. We don't have a fix on the truck we want, but the intel team has spotted the unit that's been tasked with escorting it. They're stationed at the guard post to the north of Nova Braga Airport on the Savannah. The rendezvous with our target will be any time now. Start by heading to that guard post. Then follow the escort unit. They should lead you right to the target truck. Boss, extract them from the mission area. You can check the target details on your iDroid.
我刚没有注意，他是叫我们跟踪他吗？好像叫我们跟踪他。Anyways， 到了再说。先叫 Quiet 去调查一下。Please select a deployment point.Quiet 跑哪去了？他也跑太远了吧。哇塞！我第一次看到全部 A 加的，他跟蛇叔一样欸，这边就站了一个蛇叔啊，蛇叔也是全部 A 加加，他跟蛇叔能力一模一样。看来主角还不怎么样嘛。他又开始唱歌了。Analysis complete.Analysis complete. This is 一定要抓的。走，我们去抓他。换上萝莉的那个图片，以防他看到我。带走，快走，快走！哟，雪这边好近。在我眼前把人带走，也没发现我。这个人不太喜欢那个降落伞，热气球了。哎，这个人警觉性那么强，哦 shit， 他发生什么事？他有什么倒了？算了，开始进攻。发现啦、啊！还有一个人呢、欸。啊！那个人跑掉了，直接放弃他的队友，直接放生了就走了。Subject on board. Leave the rest to us. 不要，这个两个 A 的可以带走一下。我听到卡车声音了。
That truck is the target. Extract it out of the mission area. You can also drive it out of the hot zone yourself. It's being updated. Oh shit!整个被他坦克炸中，居然没死。坦克很厚哦。爆了，爆了，爆了！好了，去抓那一只。不要跑！轮胎都爆了 ！What the fuck？ 哦、oh. ，Holy shit！ 这是什么 ？Scott， if these bastards are pulling guard duty， that proves the cargo is headed to Cypher。也走路，他走路样子好恶心哦。我可以打得死他吗？哇，好强哦！炸弹！哎呦，有压迫感。什么东西？它自动回血？哦，不见了，不见了，什么东西？哇靠！我被痛宰，怎么办？又不见了 ！What the fuck？ 我、哦、要挂了、啊。我靠！我、哦、吓到我了。哪里得修？我、oh, no, 站不起来了。Oh no， 好难打。这是 BOSS 战吧？还一直来五只。哦，やめて。丢炸弹。子弹都快用光了，这样有点难搞。放地雷，这是倒的，可不可以先带走？不行。
在我旁边晃。什么烂地雷啊！还会炸自己？我才刚放它就爆炸 ，fuck！ 不能往前走，因为往前走就踩到了。哦 ，come on！ 我要往上。What the？Oh my god！ 不要再打我啦！欸，真的无效欸。武器都没了，可以近身战吗？我觉得近身战我会死很惨。又来一颗石头，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跟他们近身战看看。不好，真的什么都没了。哇，我吓到我了，在我旁边晃来晃去的。没子弹，麻醉枪不见了。啊，我可以用那些，不过它移动速度这么快，我想说可以用那些待在，就是这边本来就有的武器。麻醉枪根本就无效啊 ！Oh shit！啊！死掉了 ！Holy shit！ 逼近啦，快走！我要被电！我靠，危险的！哎，阿顺已走掉了。哇！哦，死掉了！哎、欸，卡车爆炸 ，shit！ 飞过来，哦 shit， 他不见了，发血。快点快点快点，
这个会爆炸，快走！Oh my god！ Now you just have to extract the target. 看他长什么样子。哎、欸，哎、欸欸，下次王伟又要再打一次。哦，终于打赢了！好难哦，这个超难。可是最后一次打的怎么又那么简单？我觉得很奇怪，一下难，一下很简单。最后一次他们都没有放那些装甲，也没有放什么石头。带走！Leave the mission area by chopper or by land. Okay.Quiet 跟他们有一样的技能，不过 Quiet 长得好看多了。空中拦截。哦，终于结束了，哦耶！哦，吓到我！他们的骷髅部队一定要这样吓人吗？子弹会射穿呢。哦 ，S 级。这我觉得我玩很烂猪，他是怎么评分的？我不知道。Boss, we searched the truck you recovered. There were two primary types of cargo. First, drums of malachite, a copper ore that took up most of the truck bed. But malachite isn't valuable enough to warrant an escort. The real cargo was likely the second item, a shielding container. The contents, yellow cake.Yellow cake, the raw material for a nuclear weapon. Oh, that might point to the weapon to surpass Metal Gear Emmerich told us about. But who can say? Thing is, there isn't a lot of it. Not enough to make a nuclear warhead. Give us some time. We'll look into it. Try to figure out why they had this under such close guard. 哎呀。这些都要等。那视频先在这边结束喽，谢谢各位的收看喽，我们下集再继续玩《潜龙谍影》，各位再见，拜拜。